本节目由吃鸡作死联盟赞助播出，绝地老司机作死最牛批。我们直接唱到城外面去吧。我操，摁错了。哎，我脸上有个人，我脸上有个人，右边，右边，左边，倒了，我按 B 按到 F 了，赶紧救了，翻进去，没事，哇，直接翻进去啊，起来就直接翻进去，这儿有人，倒了，来，走，你救他，天天快救下你哥，他二倒了。在那边，你先救你哥，我帮你看着。过来了吗？他那个围墙后面。我按 B 按到 F 了。他没过来，他在上面。一人救一个。盯着他们这边。你先走吧，你别管我吧。左边。没事。左前方贴到那个飞车后面了啊，320的飞车后面了。来，围墙贴过来一个。没事。来了，撵上。继续了。你有多少个鸭？我有四个鸡巴。他妈的这么粗，四鸡吗？我没事。我也有四个鸡就。这个圈扛不了药，大哥，下个圈才能扛药。对呀，我们就在下个圈，我们在圈里，大哥。站住！哎，他疯狂在站住。他们是弱智吧？还想炸死我们？要人呢？兄弟，我们来模拟一下，在这里堆塔，准备三二一。哪个？什么什么？大哥，你别想，我在下面。我在帮着。我们再不出去，我们要被困在这里了。不会，他们要出去。这不是圈吗？这里是圈，下一个圈就不一定了。门口就不是圈了。大哥，要不冲吧？他妈冲出去！别人的尸体全部瞄到门口的，不是圈。我有办法，我知道，我先扔几个流星砸掉他们。扔几个亚麻？我操你妈！不是我扔的，他们扔的。快点，我们要走了。真的不走不行了，说实话，真的。他们那个没打，来，新凡，我操你妈！没事，新凡，你走了。没事，现在还在圈里。中间给。不在。我看见了，是在那个240方向，一出去就在围墙，盯着你们。240围墙。啊！我操你妈！大哥，你怎么把我杀人这么多人走啊？你怎么站在我雷上面一动不动，大哥，甚至还坐在上面？你他妈是我他妈真雷炸敌人，没想到那个雷他妈弹回来了。哎呀，老子真的绝了，像你给我玩这些操。不是，我是废的，你他妈是傻逼吗？我他妈扔出去要炸别人，知道吗？那雷弹回来了。老子真的想打你他妈，真老子凄惨的，我操。雷太多了，想消费一下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把雷全部扔完，你知道吗？我要稳稳的幸福，能抵挡末日的残酷。
反了。耶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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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完了！大作妖了！大作妖了！操！我扔个爸爸别我这人好猛啊，这是个东西吧，就是爆头嘛，他打我三枪爆头，等一下，我这人好假，这人好假，巨假巨假巨假，哇，巨假巨假，巨假巨假，摩托我封印，咱们跑快跑，你他妈这样玩游戏的，我这点血实在没法打了，我就这点血没用，我先走了。你得爬下来，我才能救你啊！我这人要不就是什么超级职业选手？啥是超级职业选手？我没雷，不然我就扔雷了。就是和尾神，就是和尾神一个等级的。我有点难受。我有要领，来，夸张，夸张，左边头上，打背手，打背手。哇，这个。枪是有多棒，我这人也太猛了吧，哎呦我该死了，队友不能再打了，不能再打了，兄弟这是再打站着就死了，兄弟都不能再打了，哎，我怎么感觉懂，我怎么感觉他打我像妖射呀，他直接瞄我这边开枪瞬间瞄我的，我怎么感觉像妖射的，他开枪没有这么快的，理论上战车即将到站，请您点击关注，带上期待，卸下不快。我是薛师傅，感谢您的关注，欢迎下次乘坐。